走了啊，哎呀，等会儿吃了早点再走。弄好了给你喝，吃了吧。行。户口本都装好了，昨天晚上就装好了。可别弄丢了啊！放心吧，丢了自己也不能丢了他呀。你可得想明白了，于快可是经历很多的人啊。换句话说，这叫成熟。他家里人也很多。嗯，我喜欢大家庭，大家庭出来的孩子，懂得照顾人，顾及别人的感受，不会那么自私，对吧，爸？还没房没车，这怕什么的呀？我们都还年轻，我们还有能力创业。放心吧，爸妈，我们还得担起养你们的责任呢。嗯，行了，您这话都说了好多遍了，还有什么新鲜的吗？是没新鲜的了，不过这次啊可不一样，登了记白纸黑字可就改不了了。爸，妈，我知道你们是全世界最通情达理的父母了，你们也都是为了我好，我们一定会努力的。愉快呢，他也是有优点的，您看，第一，从来没有说过前妻的坏话，说明他人品好啊。第二，他孝顺，对他妈很好，我相信他会对我对你们都好。再说了，咱们家多了一牙医，我们的牙齿都有保障了，牙好胃口才好。走吧，你说好就好，我们都听你的。嗯，蓉儿，于快要是敢欺负你，老爸去揍他。他不敢，只有我欺负他的份儿。行了，我走了啊。去吧。五岁那年，独自去幼儿园，摔了一跤，留下了伤疤。一年我一岁，拍照片的时候，妈妈说我一直在哭。十五岁那年，第一次独自旅行，游遍祖国大地。那年我十岁，有男同学拉我辫子，说我好看。十九岁那年，谈第一次恋爱。那年我十四岁，有男孩子给我递纸条，说喜欢我。二十七岁那年做了父亲，三十三岁离婚。那年二十二岁我失恋了，二十七岁我又失恋了。现在遇上生命里最重要的人，并且死心塌地的要娶她。现在遇上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，并且死心塌地的要嫁给他。王小姐，刚才于总经理交代过为您打5.5折。好啊，谢谢啊。等会儿我让于总经理给您开张单子，稍等一下啊。没错吧，这点挺好看的。嫂子，哎呀，嫂子，哎呀，这点咋样？漂亮不？你看这儿多好啊，穿这个。这颜色不太。
太适合我。这颜色多好啊，结婚就得大红大紫的，喜庆。还这款式，哦，那个，这有点像礼服哈。对对对，不太像婚纱。哦，像礼服，拿错了，我再给你选一件去啊。哎呦，哎，给我拍照吧。行。来，哎，你说你这未来妯娌够积极的啊，选个婚纱还过来凑热闹。还不是那天我爸妈去于快他们家去谈婚礼的事儿，他突然跑来逼婚，闹了那么一场，可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吧。行啊，你毛茸茸，这还没正式进家门呢，这未来婆婆跟未来妯娌就开始巴结你，你这前途无量啊。行了，什么无量啊，难为死我了。这有什么好难为的？她呀是一傻大姐，我婆婆不太喜欢她，可是她吧一心想嫁给于季，就是我那小叔子。你说我要是站在他那边，我又怕我婆婆高兴；我要是站在我婆婆那边不搭理他吧，你说他还挺热情的，我不太好意思。你说我该怎么办？这有什么好怎么办的？江湖准则，跟着老大走啊！你呀就跟着你婆婆，这刘草莓啊愿意巴结你就让他巴结呗，反正你就做到四个字儿：不卑不亢。哪那么容易呀？三个女人一台戏。这第三个伴来了，你哟，穿上了，嗯，还不错，挺好的，挺合适你的，给我打5.5折，谢谢你啊，一锅。嗨，客气什么呀，反正也是举手之劳。再说了，花的不都是自己家的钱吗？我要是不帮忙，我妈又该唠叨了。啥事儿都是你指着你哥，你哥有事的时候指得上你吗？学的还挺像的。我可是我妈的亲闺女，就这件吧，就这么定了。行。嫂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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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穿这个，你快看，你这咔一甩，老带劲了，老带劲了。怎么就带劲了？刘草莓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怎么着，你也换婚纱？有地儿穿吗？我咋没地儿穿呢？我演习演习。再说了，我这件给嫂子选的，嫂子就穿这个，这个漂亮。有点太复杂了吧？结婚就要复杂，这才隆重啊！就穿这个，这多好啊！这一穿上，这像贵妇似的啊！别人穿像贵妇，你穿像松狮。别理他啊，你身上这身挺好的，简单高贵。你不懂，我不跟你说了。哎，嫂子，嫂子，你结婚，大哥送你钻戒多少克拉的呀？2斤。蓉蓉，一会儿你都挑完了，上我那儿逛逛吧，就在一楼，看看有你喜欢的东西吗？不用不用，那个不打扰你了，你忙你的吧。再说你那儿的东西有那么一点小贵，不符合我们的消费级别。客气什么？又不是让你把店包圆，挑个包嘛。我还是送得起的，真不用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要干啥不要啊？他那里的包都老好了，要，不要呗，我要要。看啥呀？我又不要。要，有人给你吗？那至于吗？这说话带刺儿的，不就一个包吗？这刀枪剑戟的。哎，嫂子，大哥送你那钻戒到底多少克拉呀？没克拉，啥？那么抠啊，连个钻戒都不送。愉快这次还挺有心的，他专门找了一设计师，帮我们设计了一款新的戒指，戒指反面呢刻着我们两人的名字，我觉得非常有纪念意义。哎呀，那么浪漫呢？浪漫吧？啊，那我也整一个。行啊，你嫂子，这件不行哈，我给你换一件去啊，再给你选去。妈。哎呀，走了。你说他是过来帮你选婚纱的吗？看着像自己过来过瘾的。你是搞艺术的，你再看看这屋哪儿还差点什么。我哥对艺术是没有感知力的，你给他一只熊他就觉得浪漫的不得了。哎，你还就来劲儿，给你个台阶，你哥是牙医。那是，牙疼不是病，疼起来真要命。哎，
你说那华亭路，他不会知道吧？妈，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吧。我哥现在正欢天喜地地迎接他第二个老婆，幸福的呀。哎呀，这人跟人就是不一样。你说这蓉蓉往你眼前一站，你心情就那么舒服，看着就喜欢。但是妈，你真的不能只对蓉蓉好，你对我那个媳妇儿是不是也应该稍微好一点？你闭上嘴吧你啊！什么叫你那个媳妇儿？我同意了吗？这是原则啊，我基本不同意。什么呀，长那么一个，一天到晚二乎乎的，一点文化也没有。你说那天人家蓉蓉他妈他爸来了，他来了一屁股就坐那儿了，我怎么使眼色他都不走。这什么呀，还说要跟你哥一块集体结婚，你说跟他还不够丢人的呢。就这么个人，你说你给他娶进来，这叫什么呀？我刚说的有问题，但是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妈，我只是希望你对他稍微好一点。你只要对他好一点点，他就不找我的事儿，他不找我的事儿，我就幸福。我要幸福，我幸福，我也不能改变我的观点。我是一个不婚主义者。胡说什么你？你爸要是活着，非踹你不可。听你这话，不婚你跟人好那么多年，我告诉你啊，不婚赶紧跟人吹了，别耽误人孩子，别干那缺德事儿。我知道，分手是分手的代价者。这是新床，我这压床呢。你这丫鬟弄挺乱的，压床起来。来，好好去了。哎呀，你妈，人家有这个讲究，说压床压床。你都乱七八糟的。我跟你说啊，结婚那天你让那个大草莓别给我去啊。啊，妈，我都跟人说了，不，你听我说，他妈妈知道，他妈说，那我一定得去，我还要去敬你妈妈酒。别添乱了。你这，哎呀，你结婚呀，你答应。你这让我怎么办啊？我就你给我弄住。那我下不为例，以后这些事我都不管，行不行？你让他，你去让他离我远点啊，别坐我边上。那行。一切都是按你们家的规矩来的吧？没给你吹牛吧？行了，就是你们家这规矩有点累人，哎，还得赢。哎，哎呦，王阿姨，谢谢啊，您签个到。哎，哎，谢谢谢谢谢谢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谢谢谢谢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，阿姨，这是孙阿姨的，对，孙淑芳。哎，弄得太隆重了啊！哎，应该的，有点吓人了啊！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这是我的啊。钱阿姨的，好嘞，好，这是我妈的老同事，按今天的说法就是闺蜜，闺蜜。你妈的闺蜜，对，钱阿姨。那攒了一辈子礼金呢，就等这一回了，这当然得给多点了。漂亮啊！谢谢谢谢，新花也不错啊，草莓也漂亮，今天是吗？来，那个祝哥和嫂子百年好合。哎，谢谢，这么客气干什么？小意思，一点小意思啊。我们先进去了啊，行行行，坐吧，你们先进吧。行，打开看看，打开看看，挺草莓的。我们现在就看，打开，打开看看，嗯，挺沉的。太阔绰了吧！我这辈子，
还没收到过这么有分量的礼物呢。我也是头一回。不是你们在这边坐，我就忙活那边。行行行。哎呀，第一季妈妈，哎呀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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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真来了。哎呀，恭喜恭喜！来的匆忙，也没准备什么礼，随便包了个金条，包了个金条。对，送人一条，老纯了。没别的意思。讨个口彩，愿他们呀情比金坚。真是谢谢了。你说，其实这感情深不深跟钱没关系，感情要真是深的赛过真黄金是吧？感情要是不好呢，就天天都得吵，就钻石也得吵成垃圾了是吧？哎呀，年轻人吵吵闹闹正常，正常。那吵吵闹闹就说明不合适呗，不合适呢就不能勉强啊。哎呀，我又给你们安排，哎呦，看这鱼竿拿起来，鱼。别客气，我让我别客气，别客气，别坐，你忙你事忙你忙，我不让你们过去了。雨果，雨果，哎呀，别客气呢，我们跟佳宇坐一块儿就行了啊。不是啊，我都坐哪儿呢？佳宇，我们先找啊，快快快，没事儿，我们跟于静坐一块儿，啊，我们找来不找，别找我，我来给你安排啊。哎呀，您瞧，怎么客气？赶紧给阿姨，没事，不用带我们过去，坐呗，啊，您带一下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阿姨，那行，那咱们就找我啊，找于静去了，哎，你们别在哪儿啊？哎，草莓，你们坐这桌啊，就坐这桌。阿姨，坐这桌。来来来，呀，这么偏呢？那个啥，那个，这都不认识的人啊，这是远房亲戚吗？哎，我应该跟于静一桌。哎，草莓，你听我说，两家人办婚礼，咱们几个毛有用家，对不对？自己人嘛，就委屈一些。你是自己人吗？是啊，是是是，那就多担待，好不好？来，这桌。阿姨，哎，你看委屈了啊，自己人嘛。哎呦，这雨果真会说话，阿姨爱听。没关系，坐哪儿都行啊。您坐这儿啊，阿姨您坐这儿。来，阿姨请坐。哎，我帮你张罗张罗，张罗张罗。哎，草莓，你就帮我张罗这桌，好不好？特别是让我张罗好阿姨，自己人，好不好？没事，这都不用，你们好喝好。哎，好好好，好好，草莓，你就坐这儿啊。行行，就坐这一桌啊。好好好，来，对。你这未来的婆婆可是不好惹。妈妈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天涯何处无芳草啊，别在一棵歪脖树上吊死啊。那雨果也不是善茬子，口口声声说咱们是自家人，这不啊还是给安排到偏桌上了吗？这于静呢？啊，对对，哎，对，没看见呢，也不过来打声招呼。要我说，这一家子人就根本没把咱们俩放在眼里。哎妈，妈妈妈，人于静是伴郎，那伴郎干啥的呀？就得伴着新郎，你这没工夫搭理咱。再说我跟你说多少遍了，你忘了？于静有文化，那说话咔咔的，出口成章。我就嫁他，就嫁他。行行了，你呀，你就欠于静。妈妈，我就欠你的。现场尊敬的各位来宾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新郎的母亲涂香香女士为大家致辞。各位领导，各位同事，各位亲朋好友，欢迎大家光临。我们呢是个英雄的家庭，我的丈夫老于已经牺牲很多年了，他如果在世的话，看到我儿子愉快今天结婚，一定会非常的高兴。在这里我也想跟大家说，我也是第一次给我儿子愉快在这里举办婚礼，我的心情也非常的激动。
我这个激动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。我今天在这儿呢，我就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光临，谢谢。谢谢卢湘湘女士的精彩致辞。现场尊敬的各位来宾，让我们共同举起手中的酒杯，让我们共同祝愿今天的新人白头到老，永结同心，海枯石烂，天长地久。干杯！想啊，爸爸想你。爸爸，爸爸想你。雨季啊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？因为找不来了，砸场子，我就。啊，关你什么事啊？你给我好好做。哎妈，我得管呢，这自己家的事儿。我原来他就挑拨我跟雨季和雨季妈关系。哎，贵宾朋，大家请入座吧，我们喜宴正式开始，好吗？新娘子换衣服。啊啊啊！我的神娘正义！新郎新娘换衣服，我这么激动。这个，你跑这嘚瑟啥？特殊的日子，你砸场子！举城同庆，大喜的日子，我不想跟你吵架。我还不想跟你吵呢。非常精彩的表演啊！下面演出开始。啊！一个秦之河，再几个红飘带，远山两地人们。我告诉你，你已经是过去式了。开心就大哥把你扫地出门了，你求不得骂人，你蹦掉几天了？蹦！不说话，姐。今天挺帅的啊！小波，我哥结婚了。这个彩，愿祖国的日月年年好运来。你风舞太平年，你龙腾新时代，你幸福的未来。这么多年了，其实我对嫂子是很了解的。哎，了解啥呀？了解他搅和你和我。姐姐，你不是我就多。你说什么？他明白。新娘子吧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我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是你老公的前妻华廷璐，你好，哎，嫂子，啊，真年轻，哎呦，你这个婚礼啊，真让人羡慕，你看看，多漂亮啊，我跟愉快结婚那会儿啊，就没举办婚礼。那时候愉快在创业阶段，说没有钱，我一想算了，反正我就想跟他过日子，对吧？举办什么婚礼呀？哟，现在想想啊，我后悔死了。我要是那时候啊，也穿上这么漂亮的婚纱，也许我们俩也就不会离婚了。阿姨吧，阿姨你好。哦，愉快呀，可是个好男人，负责任的男人，您就放心吧。放心，他说什么？面座啊，里面有为临时来的客人准备的座位，我们要去换衣服适配啊。我对我适配。嫂子，快换衣服，换换。嘿，你干啥？白霜啊，你出去看看，我跟蓉蓉说两句话。哎，好。
既然做了人家媳妇，就要顾全大局。不管有多少委屈，咱关起门来回家再说。外边还有200多人看着呢。我知道。这也就算你做人媳妇的第一次考验吧。我明白妈，我不会让咱家人丢脸的。少哥，你别劝我，他就是欺负你面亲家呀！哟，都躲这儿呢。哎呀，亲家，赶快出去看看吧。亲家公一个人在外头偷偷的哭呢，外头都快打起来了。不是，要不是我们家草莓出人命了，就。别说话，哪国的？过来！华天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啊？我是想来祝福你的，愉快，祝你们幸福啊！行了，华天乐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心思。什么心思啊，妈？哎，谁妈呀？叫的怎么还那么亲呢？谁是你妈呀？少说两句，少说两句。那行，既然。你们都不欢迎我，虎子，跟妈妈走吧啊，咱们回去。走。哎，干嘛，虎子？虎子，虎子，哎，虎子，虎子，哎，交给我。虎子。没事啊，吃好喝好，玩开心。哎呀，你家跑什么？回来回来回来了，嗓子越来越沉了。就你这个没抽筋。是我跟愉快大喜的日子，非常感谢你们能够来到这儿，吃我们的喜糖，喝我们的喜酒。我相信今天来的所有的人，都是来给我祝福和祝贺的，所以希望大家能有一个好的心情，因为有美好的心情，才能有美好的生活，对吧？从今天开始。我毛蓉蓉从一个小女孩要变成一个媳妇儿了，是我们余家的媳妇儿。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了，所以在此呢，我要感谢一下我的至亲们。首先我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，谢谢你们辛辛苦苦地把我养这么大，谢谢你们给了我这么好的教育，
谢谢你们一直陪着我，直到送我出嫁。然后我要感谢的是我的婆婆，谢谢你给了我这么一个热热闹闹的婚礼。其实我对我的婆婆更多的是敬佩，她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人，这一辈子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很多，真的很不容易。妈，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媳妇儿了，以后请你多多包涵我。最后我要感谢的是我的丈夫于快先生，谢谢你愿意牵着我的手陪我走过以后的日子，不管以后经历多少风风雨雨，我都会和你一起去努力。我相信我的选择没有错，我也希望以后我们的日子能够幸福美好。说要对于季好，那得分场合分时间，你有的时候死心塌地对人好，人家不见得领情，也就是你能让那于季拿得死死的。哎呀妈，我都说多少遍了，不是他拿我，是我拿他。不，妈妈也得能信你呀。你哥能搞定毛蓉蓉吗？说实话，我觉得行。我哥要是不演苦肉计，恐怕连床都上不去。不行，别人挺会装的，换我早就走起。是跟你似的，你装什么装呀？人家那当着那么多人说那话多大，你有包呢？我包在那。哎呀，真是的，您出来多大气呀、啊！真是的，都得给人，能着急吗？对的，你别瞎说。我问你们呢，能不能难为你哥？反正这婚结的吧。你看，前妻也来了，儿子也来了，架也打了。但我觉得一个女人能忍住这么多事，我说实话，我觉得这女人真是非常的了不起。那当然了，这要是草莓早完了。啥事掺上这个城乡结合部吧，就俩字儿，添乱。闭嘴！你不说话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别废话，你离我近点行不行？这钱都在这儿呢。你是我姐。你要敢叫我姐，我就敢答应。心情不好，可是你要把这弄坏了，咱还得赔呀。老婆，你今天受委屈了啊！我跟你保证，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儿了，好吗？我就是觉得吧，今天这事儿还只是一个开始，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，
指不定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儿呢。不会了，绝对不会了，我跟你保证，这是最后一次。老婆，你看今天是咱们大喜的日子，对不对？应该高兴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咱不生气了，不要让这件事影响咱们的美好的夜晚，好吗？高兴，笑一个，来，老婆笑一个。你说吧，你让我怎么做你才能高兴？你让我干什么都行。明白了。老婆，你说吧，贵哪个？贵那小牙刷吧，看样子也不金贵，一贵就折了。贵这个玻璃杯呢，这一贵肯定碎了。那玻璃碴子估计就咔嚓一下顺着这儿就插进去了，完了基本上这条腿就废了。我废了倒我倒不怕呀，关键是你这后半生要照顾一个残疾人，那你就太吃亏了，是吧，老婆？那就贵，你说吧，贵哪个？贵哪个我都认了。不用跪了，今天也挺累的。老婆，你太体贴了。再说你跪他我还心疼呢。谢谢老婆。那这样，你拉个大顶，啊，就在那儿。倒立会不会？倒立啊，倒立我会啊，没问题，只要能让老婆高兴。别说倒立了，就是让我悬空我都。可是，老婆有一个问题啊。我要是真在这儿一倒立，那其他的事儿那可就干不了了。嗯，你看笑了笑了，哎呀，老婆终于高兴了，哎，老婆老婆，哎呀，行了啊，老婆，对，这就对了。哎呀，老婆，你不知道，你今天在舞台上，那只能用一个词儿来形容，惊艳。哎，你知道茜茜公主吗？茜公主，你知道吧？你今天在台上那一出现，那就是茜茜公主在那一刻，不，你比茜茜公主都好，因为茜茜公主没你说的好，你那一番话讲的太好了。我说的好吗？说的太好了。我当时怎么说的？你给我学学。你当时是这么说的，你那个整段话我记不住了啊，我只能捡重点，反正主要的意思是这样的，就是作为一个媳妇儿。我已经准备好了面对生活当中的一切困难，我要笑对人生，我会积极主动，我任劳任怨，我绝不斤斤计较，我爱我的老公。喂，等会儿。我爱我的老公。后面那几句我好像没这么说，尤其是那斤斤计较，我肯定没说。你说了，你确实是这么说的，但是你说的时候你可能比较激动，你说完你就忘了。我说了吗？你确实说了。那我也是没办法，我是被逼的。你想当时那情况啊，所有的宾客、亲朋好友都在下边看着呢。如果我不那样的话，那岂不是很没面子，让大家看笑话了？那让我爸、我妈还有咱妈的面子往哪儿搁呀？你怎么那么懂事儿啊，老婆？你真好，太懂事了，怪不得呢，把我妈在台下感动得热泪盈眶啊。那我妈一激动，啪把大金镯子就给撸下来了，完了往我手上一拍。我说妈，你干嘛呀？这我可不戴啊！我妈说你是行了吧？这不是给你戴的，是给蓉蓉的。你收好了，你到时候给人家啊。哎，对，我给你拿去金镯子啊，金镯子。是妈陪嫁的东西吧？对，这个太贵重了。不贵重，也就祖传的。你戴上试试来。我还是不要了，你还给妈吧，我不要。你不要了？也行，你要不要那就给将来给雨果啊，给那个雨季和刘小培他们结婚留。那还是给我吧。哎，挺好的，大小正合适，挺好的。你看，不大了。不大，就这样。哎，你说。咱妈以前对华亭路也这么好吗？哎，老婆刚夸完你，你看你怎么又提他呀？约法三章啊，以后绝对不许再提了啊。行，不提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难道不觉得华亭路他挺可怜的吗？你想，一个离过婚的女人。
单身带着一孩子，多不容易啊！听到前夫结婚这事儿，他肯定心里别扭，所以他今天的举动，咱们得理解他。理解。以后呢，他要有什么事儿再来找你，你就带上我，我跟你一块儿去面对他。老婆，我已经无话可说了，真的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去面对他。我跟你保证，绝对绝对以后不会再出现类似的情况了。好了，老婆，我们该洞房了。老婆上床，老婆请上床。好嘞，老婆。就。